沙翁哥，是一名新媒体从业者。2018年下半年呢，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广州，回到了我的故乡海南。创办了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，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智了分析。作为一个 B 站的 UP 主啊，平时要维持频道的更新，就要定时尽量的发布视频。而视频的制作，除了繁琐的拍摄工作之外，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视频后期的处理上。以我们上期制作的索尼 WF-1000XM3 降噪耳机的评测为例啊，光拍摄的素材就达到了20多个G。拍摄结束后呢，要先将这20多个G的素材归纳整理，然后再导入 Premiere 进行后期剪辑、调色、调音。剪辑的过程中需要实时预览，及至于最后导出成片，这后期的每一个流程如果没有一台性能强劲的电脑，我的效率呢就会大大降低。所以我的视频工作站采用的是锐龙7300X 搭配硬重 RTX 2070 Super 冰龙超级版的组合，再配备 24GB 的内存和3个 SSD 以及2个 3TB 的机械硬盘，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剪辑和大容量素材储存的需求。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，在这一套配置里呢，我投入最大的是显卡和 CPU。 显卡硬重 RTX 2070 Super 冰龙超级版大概要4000元左右， CPU 3700X 也要2600元。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硬件在视频编解码中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，其中体现的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剪辑时的实时预览和成片导出阶段。以我这套配置为例，像这样的配置已经可以基本做到完整实时预览无卡顿了。除此之外呢，配备一片好的显卡，最主要的效果还体现在成片导出阶段。大家可以稍微对比一下，有无 GPU 加速情况下同一个项目的导出渲染时间，有显卡加速的电脑呢，渲染速度要快上不少。这种情况呢，在项目内采用大量的特效时尤为明显，比如说各种转场、抠图啊、美颜滤镜等等。因为后期渲染特效时，对显卡的占用率更高。我通常还会安装 NVIDIA 专门为数字内容创作者推出的工作室版驱动，因为工作室版的驱动呢，可以提供更稳定和高效的后期专业软件支持。那么如大家所见，通过这样一套平台，可以显著提升视频产出的效率。希望这期视频呢，对正在从事视频后期工作或正准备加入这个行业的有所帮助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